那时候在Serene的时候，他们有帮过你们吗？有帮我们一点点。那个林慧茂有每个月给我50块的 NTUC voucher， 那个 Mrs Lim Hwee Hua 是很好，她是一个好的 MP 啊，还有我们的李小龙啊，我们的阿公嘛，阿公也是不错，他头发都已经白了整个，连他接我有看 TV 有看到他出来讲话这样啊，然后他讲他要办的东西他已经办了啦，还有那个公益的那些，他讲现在如果他输了，GRC没有了，他还讲叫我们这些人啊都 life still goes on 啊，那个林辉花他是坏人，他没有帮你们。 那个新加坡是坏人，他没有帮你们，所以连那个杨文路部长也不是好人，所以不可以拖他们一条。所以很多那个住在阿育，住在 Serangoon的，他们就讲，哦，为好像如果是这样，哇，那个地方是真的不是好人的，可是不是吗？是吗？ 他不是，他是那个Mrs.林美芳，每个月有给我那个 NTUC voucher， 还有我搬来这边的时候啊，他还送给我们哈啊 carbon 哦，问我要哈，因为我要 leave 哈那个 Serangoon 的时候，我知道我搬来这边就是那个补啦，然后就跟他没有 connect 了啦，然后我连要走的时候，我有跟那个 Mrs.林美芳 我讲，我要。 搬去这边了，我没有，我讲啊，我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你了啦，只是在 TV 啦。然后我也是有跟 Mrs. Lim Hwee Hua 讲啊，很谢谢你那时候我有在这边的时候啊，你每个月啊给我们那个 NTUC 我觉得也是有帮我们 food ration， 然后也是有帮我们的 as a MP 这样的。刚刚那天你没有在，我跟他讲吧。 Forget and forgive 啦，我有跟他讲，然后我讲，我们既然现在都已经要搬来阿摩哥，是阿摩哥的 GRC 啊，帮我们的look after 我们呐，所以我是很 thank you 你哈，这么多年啊帮我们，我有跟他讲啊，然后他还送给我们，他讲，但是我的家有没什么东西都没有啦，我讲我不可以 afford 啦，只是一个家这样啦。 他送给我们哈一个哈啊，他就讲啊去一个 furniture shop， 好像他们那边有一个 furniture shop 那边便宜便宜这样啊，他讲啊送给我们一个 present， 然后我就出售一个 dressing table 这样啊，一个 dressing table 跟一个好像一个 sofa 这样小小的 sofa， 好像你开起来那是一个 bed 这样小的啦。 他还送给我们那个，哎，我还跟他讲 goodbye， 可能我还跟他讲啊 thank you 这样。我们 leave 的时候啊 ，leave as 啊，我 respect 他是一个 MP， 然后他也是 respect 我们啊是一个 resident 啊，来跟他讲 thank you。我们刚刚我是，哎，是啊，你讲昨天有登出来，现在我看是一个 misunderstanding 那个，他就好低的，或者他要。 in 那个 desperate way 呢，或者是 I'm not too sure about it 啊，但主要我心里想讲那个不是不好，这个是好 ，I mean nobody is perfect 嘛，这个 world， so since 我们这边就我们已经 out of 那个地方，跟那个故事已经是去了，我看那个是，它是一个好的 MP， 不是讲它是不好的 ，so。 他们不应该拿这个拿奖啊，那个 Mrs. Lim Hwee Hua 不应该，他也是有他自己的 family 啊，他是有三个孩子，连他从早上忙到晚上，他根本都没有时间跟他的家人一起，还是没有时间跟他的children一起，他有三个孩子，他每次白的他到家哈，他是他都已经啊。 很累呀，他只是可以哈，能够啊spend啊一点点的时间啊，跟他的孩子一起，问他的孩子有什么 problem 什么，他有三个孩子，他自己也是一个妈妈，所以那些人的人啊，那些啊反对党啊，他们呢不可以哈、啊。
为了这个 incident 啊，来他这样来批评他，是因为啊，他们以为他哇，你们全部啊不要 work PAP 为了这个 incident， 我怎么样啊也是啊会啊 work 啊 stand 在啊 PAP 的，他的好像啊为那边啊，我不会啊 work 啊那个反对党，那个反对党要来绑我的，我们就来绑啊 ，I'm doing the right thing。